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我是郑成，我现在在加拿大爱德蒙顿。很多朋友问我说，在加拿大过冬是怎样一种感受？这还挺难形容的。刚好今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温度，-24°C，大概体感-30°C左右。我用一个小实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加拿大冬天到底有多冷。So here I am. I'm boiling some of the hot water.真的是冷到爆啊！其实加拿大这样的温度会比较少一些，但是冬天总的来讲还是挺冷的。只是说像有些时候，比如说2011年有那么几天，-0°C大概是到了40°，然后完了体感温度超过-50°，也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冷的城市，超过了俄罗斯，比北极会冷很多。所以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。好的，这就是我第一期的 vlog， 我是郑成，在加拿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祝你们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也欢迎各位小伙伴 follow 我的这个 YouTube 是导演郑成，或者说 YouTube channel CIA 0032。我们2018年见哦。